亲爱的巴拉，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做？我要去找一个朋友。尽管喝，今天我请客。我是替我一个朋友来看你。谁？巴拉。有钱没？为什么先圆钱啊？赌输的。进！啊！全世界都是骗子。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真心对我好，而且不求回报的女生，做我女朋友吧。丽儿，我还需要2000块。我想赚钱，越多越好。谢谢，赚钱来还你。夏雨，你怎么不打个车呢？我没钱。你自己都不爱你自己，谁还会来爱你啊？我要这一套。你有现金吗？有卡。那你能不能借我6000块啊？他其实没钱，但总是大手大脚。我是不会再让你去办卡的。你太好，我永远配不上你的好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您的卡里余额不足，没币了。你怎么找到我的？干嘛？想你了呗。你是不是真的能借钱给我？有就有钱。致豪华世界。敬狗屁爱情。怎么好久不见了？难道不想抱抱我？留几天也不是不可以，你就记得把钱打我卡上就好了。好啊。是不是疯了？巴拉把你甩了，跟张漾在一起了。你从头到脚哪一样东西不是我买的？没有我，你连屁都不是。你应该对我好一点，这样也好保证我在外面不会乱说话。我警告你，不要得寸进尺。咱们都是演戏而已。各取所需，我爱泡谁你管不着。脸上有一种贵族的气质。标题就应该这样写啊，香港富二代钟情女歌手蒋雅熙。我不会演戏。你知不知道你这样演一场能拿多少钱啊？你的富二代男朋友今天来了吗？啊，听说对方是香港富商林奕华的儿子。有结婚计划吗？是不是真的富二代啊？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许毅。敢不敢开车带我出去玩？你每次认识一个男的就这么着急跟他出去吗？屁，你会不会对我意图不轨啊？我开了200多公里，我真的很累，我只想休息。你要是那么怕脏，你去车上睡。出去。走了就算了，还拿我的钱。夏敏敏，你给我出来啊！你再耍我一次试试，有你好看。我们来打一个赌好不好？谁先爱上谁，谁就输。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了？我怕被人认出来。可是明星有什么了不起吗？我又不是你的歌迷，我保证没人在意。你不就是个吃软饭的吗？有什么了不起？你到底是林公子还是许毅啊？我是许毅。人生就是这样的，结束，开始，再开始，再结束。以前有个女孩跟我说过，如果我遇到我真正爱的女孩，我就会明白，爱是两个人的事。